家看，黄河就在我们的脚下。一会儿我们要趴在钢索上飞到对岸去，去取到我们的装备。我去，然后两个人身上会各拿一个苍蝇拍，打对方身上绑的气球。飞到对岸之后，身上气球剩的越少，你能够拿到的装备就越好越多。这个太夸张了吧？这个有恐高的吗？有，你们都恐高，这绝对的，这真是恐高。你还恐高？你都十米跳台了，你、啊、超过十米就恐高，你看这多少米？行行行，你都恐高，我举两个手。爸爸，你危险！你要跟你同伴走，不要总是一个我就。没事，爸爸会活着回来的。知道了。爸爸带着我们的道具回来，好不好？好，爸爸加油。靓仔，好儿子，爸爸努力啊。真是紧张。